哎呀，大路朝天，自走半边，赶什么呀？啊，又不做好事。再走啊！华云龙，爷爷八戒虎。呀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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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呀！拿着！哎！快呀！哎呦！收拾起来，快！济公活佛，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！救你，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。谢谢济公活佛。这里怎么回事啊？是华云龙来抢银子。又是华云龙，走，看看去。差官到你家去了。好。华先生，这养子不教，父之过也。出处在哪儿啊？华先生，给我们讲讲大支片，道义有道吧？读书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夫子，云龙又犯事儿了。差官辛苦、啊，请用茶。州府发出文书，传令捉拿。华云龙如若回家，定当向地方禀报。哎，走。华从中，你儿子这样下去，迟早是要杀头的。
求求菩萨，菩萨大慈大悲，救救我们的儿子吧，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，求求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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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夫子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，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。他是谁呀？济公活佛，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你去找他，去求求他，救救我们的儿子啊！啊！哎，龙儿从小顽劣，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，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，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！不，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。再说，哪儿去找济公啊？他既然是个和尚，一定住在庙里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。去呀，快去呀，去找他，求求你快去找他。哎，卖红枣花生，哎，又香又脆的甜瓜，赶快来买啊，茶水嘞，不甜不要钱啊，又香又脆的甜瓜，赶快来买啊。哎，算卦，甜瓜，又香又脆的甜瓜，算卦嘞。济公师傅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济公师傅，救救我儿子！
我叫华从周，救救我儿子！你儿子？我儿叫华云龙。华云龙？对对。我可救不了，救不了。师父，就发发慈悲，发发慈悲吧。华老夫子啊，不是贫僧不救他。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、招灾啊，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。对。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，都成了强盗了，要救他实在是难呐！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，现在知道着急了，哎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哎，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，致使他有今日。师父啊，还是救救他，救救他吧！哎、不行不行，晚喽！哎。完喽！哎，罢了罢了，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，我也别无他法了，只有早求一死了。我只有一死了，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，命送法场。到那时，我更是无脸见人呐。天哪！我有子不孝之子，我还活着干嘛？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。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，是在哪儿学的啊？哎，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？啊！哎，师父，你既不肯救我，又不让我死，这是为何呀？这是为何？哎呀，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。你儿子不学好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古人头上一片天，你儿子要得救啊，先得自救。哦，师父，活佛，活佛普度众生，点化我儿，让他出迷津，重新做人，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，免得他再入我门楣，害人害己。好好，哎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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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真是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，得也可念。那我就试试看吧。谢谢活佛。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。活佛点化，他要不肯悔改，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，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。哎呀，真是啊！谢谢活佛。啊，谢谢活佛。哎呀，真是，哎，儿子作孽，老子受罪哟。华云龙，华云龙，你也该回头了。客官还要出去啊？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，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。三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正点子就要到了，赶快换衣服吧。啊，好，快。
站住！待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大王，大王，我这里有10两银子，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。啊，都交出来吧。大王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我是石匠，辛辛苦苦干了3年，才挣了这么些银子。我一家老小都等着，你拿来吧你。你不能这样！去你的吧！你们不能抢！哎呦！三弟，我先走了。银子，大王，我的银子，银子，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。呆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你也会呀、什么时候学会的？你这个和尚，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，从我的嘴里夺食。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，你还是逃命去吧。哎呦，这么说此山是你开，此树是你栽的喽？哎呀，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，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，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？和尚，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，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要动武了！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？哎呀，你呀！哎呀，听说你本事不小，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？什么意思？嘿嘿，告诉你吧，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，宝物无数。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，嘿嘿，就怕你不敢去耶。有何不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。你也去啊？嘿嘿，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，不过你要是一去，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。三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三弟，坐坐坐坐，222两啊！三弟，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。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？现在风声那么紧，买卖不好做，能做到这些，那真是不错了啊！我有一种大买卖。什么大买卖？徽州城宋太师府中。有一件宫内珍宝，是一尊翡翠玉佛，听说价值1000000呢。是吗？宋太师府那么大，戒备森严，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？三弟，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？哼，我自有办法。爹。丽儿啊，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，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，四代出了3公，满朝文武啊，哪个不羡啊？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，今天啊，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！不见，这种公子哥，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？生在高楼大院，长于妇人之中。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爹，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？哎呀，爹，太迟，王公子到了。啊，请。哎，丽儿啊，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，准备一下。小姐，走。小姐，小姐。
果然到了。好，说话算话。是你？哎，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。哎，既然你来了嘛，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。今天这趟买卖啊，让给你做了啊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人家都恶心死了，你还取笑。灵儿，你去给我把床铺好，我想看一会儿书。哎。小姐，早点歇息吧。嗯。我要是不来，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。哎，你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？翠玉福藏在哪里呀？想不想要？要翠玉福，出去吧。哎，你是何人？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？哦，小姐，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，今日为生活所迫，想来求见老太师，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，多有冒犯，请小姐恕罪啊。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？我爹虽做过太师，可他已经退隐了。不过你确有难处，我可以禀报爹爹，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不打扰他老人家了。今天能见到小姐亦是万幸。嗯，请问小姐芳名？我叫宋丽英。啊，告辞了。等等，你既有难处，就带些银子去吧。哦，不，不用了。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。不，你这是不得已的。哦，先不谈这个了。哎，小姐，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？啊，橱里有和尚？啊。奇怪，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？这是玉佛，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，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，爹爹还乡时，皇上又赐给了爹爹。你看，多奇妙！真是稀世之宝啊。小姐，老爷来了。哎呀，我爹来了，你快走吧。哦，这回啊，你不能再不去了，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。爹。哎呀，丽儿，你快去吧。拿到谁呀？哎呀，啊，拿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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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到谁呀？快快杀他。有盗贼呀，哎呀，找盗贼呀，找盗贼，快来找盗贼呀。站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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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。快，快，站
站住！站住！哎，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。是啊，很轻功的。哎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要你们不要大意。你看看，还是这么粗疏。老爷，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，已经识破贼人头脸。什么人？西路大盗华云龙。华云龙，小姐，我去房里看看。哎，你们赶快回去看看，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。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。是。是。哎，走。丽儿啊，你受惊吓了吧？没有。来啊，把小姐扶进去，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。老爷，翠玉佛不见了。啊，翠玉佛不见了。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，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。你怎么老盯着我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啊！哎呀，不是我盯着你，我是你爹，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，让我劝你回家。我爹？哎，好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着。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。别急，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啊。做人一套，做鬼一套，到头来啊，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。和尚，你不要太啰嗦了。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？你不要惹我发火啊！什么火？无名之火吗？你那什么名啊？盗贼之名嘛，有什么可夸耀的？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？啊，知道。你呀，啊，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。嗯，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。哎呀，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！不瞒你说，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。嘿嘿，我们啊，不妨比试比试啊。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。哎呦，还很难讲嘞。哎，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咱们呢，不搞什么花架子，不打三拳，不许多打。你打我三拳，我不还手；我打你三拳，你也不许还手。怎么样，敢不敢？有何不敢？哎，好，那就来吧。先来打我吧。不，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。你先打我吧。啊，我先打你。嗯。哼。哎呀，只怕你呀，就没有机会打我喽。那就试试看吧。嗯，好了吗？啊，来，准备好。哎呀，不要跟树怄气嘛，看准的再打嘛。还有两圈，来吧。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！你是跟谁学的？跟你师父他学的。啊，来。
哟，这一拳厉害。哎呀，这一掌厉害。真不经打。哎，想赖账啊？我没赖账啊，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。没那么容易，现在该我打你了。好吧，你打吧。华云龙啊，你虽然作恶不少，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。哎，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，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，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？赶快回家去吧。哎呀，和尚你啰嗦什么呀，你快打吧。好。破破。哎呀，华云龙啊，为善如逆水行舟，作恶如江河日下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你怎么用啊？哎呀，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？哎呀，得了，我也不打了，那两拳挂着吧，以后再说。记住，华云龙，你还欠我两拳啊！知府大人，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，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，若不追回，恐怕有所不便。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，多加留意呀。请管家转告老大人，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。那华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，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，尚未了结。可是他神出鬼没，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，尚未得知他的行踪。若能拿到此贼，追回宝物，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。那就拜托知府大人。好，请。唤雷鸣陈亮进来。是。参见知府大人。雷鸣在。陈亮在。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，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？经多方打听，尚无消息。现在又有新案了，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。雷鸣、陈亮，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，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，盗取御赐宝物，若真不追回宝物，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。启禀大人，那华云龙行踪无定，武艺高强啊。大人，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。好，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。是是，走。
小姐，你今儿怎么了？跟谁生气了？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。他难道真是盗贼吗？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，还不是盗贼？不，他一定另有原因。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那你就问去呗，你这个死丫头。告示：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，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。君宁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，赏白银200两；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，赏白银50两；获玉佛而交关者，赏白银40两；知情不报者，坐同罪。徽州府，嚯！胆子真大呀、啊！都得小心点啊！李施主啊，可知道花云龙的下落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和花云龙认识啊？哼，一个盗贼而已，而且只值200两银子。官府抓他们是200两，贫僧也在找他。要到了贫僧手里啊，就不是这个价喽。来，哎，干干干！哎，喝，喝，喝！三弟，这趟买卖要做成，可就发了。是啊。哎呦！三弟啊，三弟回来了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！哎，来，怎么样了？受伤了？哎，受伤了。我来看看啊。哎，这儿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，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。我和他打了200-300个回合，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三弟啊，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？穿一身破烂，又脏又瘦。他说他叫道济和尚。啊，那就是济公和尚。都说他有神通，咱们可别惹他呀。哎，他是灵隐寺的，只是路过这里，不会久住。哎呀，什么路过呀？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，死磨硬缠的，要我回家去呢。哎，三弟，你答应他了？我可没答应他，可他死盯着我。哎，咱们可是江湖之人，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，干脆做了他。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。哎，三弟，嗯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我害怕什么？既然你不害怕，三弟，干嘛你不敢去啊？胡说，今天我就去找他，砍他脑袋给你看看。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。嗯，好，我今晚就去。好，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。哎呦，三弟，今天晚上我就住在大雄宝殿东跨院，从南往北数第3间啊。哎呀，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？哎呀，不行啊，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。那您就去歇着吧。哎，
道济师傅，您捧着个瓜干什么？当然有用啦。大哥，这两天晚上要是没有什么动静，那华云龙肯定是逃到外地销赃去了。哎，还是小心为上啊。别嚷！此事已经宵禁，这人如此慌张，定有缘故。走，跟着他。走，走。的脑袋怎么样？果然是华云龙。啊，我打开。三弟真是英雄啊！三弟，好样的！英雄啊！华云龙，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！哎，华云龙，站住啊！站住！跑啊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往哪儿跑？把咱也拿走。徽州府捕头雷鸣，陈亮在此，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！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，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！去！快走！师傅，化缘请到对面。怎么，怕我和尚吃不起呀？告诉你吧，包子牛肉不在折上。我说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怎么，你们这酒楼不卖酒？卖呀，不卖酒卖什么呀？怎么不让我进来呀？小二，招呼这位大师傅。哎，来了。啊，您这儿坐。我说楼上是雅座。雅座和尚就聚不得。
大师傅，嗯，要什么呀？啊，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？人参入酒。多少钱一壶？120文。不贵，太不贵了。嗯，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。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？鱼翅海味席。多少钱一桌？8两银子。不贵，太不�贵了。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。您老来桌鱼翅席？来，来啊。哦，现在不来，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，半斤包子，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，自有人请客。哎，你要准备起来哦，别待会儿来不及啊。想得美，清茶一壶，包子半斤。哟，二位，来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请请请，楼上请。啊，嗯。啊，来来来，这儿坐，这儿坐。哎，二位要点什么呀？啊，来壶酒，随便炒两个菜。哎，好嘞，请稍等。来壶酒，俩热炒菜。我说兄弟，这华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，怎么有这等好功夫？是啊，我只听说清宫有那踏平渡水、八步赶蝉之说，可也没见过。哎，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。哎呀，慢着，兄弟，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华云龙在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，他既然怕济公，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？哎，济公那是活佛，他能帮咱们吗？再说他远在杭州呢。他云游四海，现在到了徽州了，要不华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？哎，我在杭州见过他，要是知道他在哪儿，就能找到他了。徽州四乡有180座庙，上哪儿去找啊？哎，小二，哎，吃好了。哦，我走了。一共500文。啊，500文。啊，对，500文。大和尚，给钱呢？那怎么？还要钱？不是，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？怎么还要钱呢？真是！你怎么不给钱？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？穷和尚吃喝不要钱。你看，你看看，你念念。穷和尚吃喝不要钱。怎么样？就很清楚吗？真是！走吧。我说师傅，师傅，我们得了救了。墙上写着吗？不要钱，他是济公啊！快！墙上写着是不是？哎呀，师傅！哎呀，大师傅，我们正要找你呢。大师傅，兄弟也是。哎呀，小二，你别说了。快快快！哎呀，小二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。人参入酒，尽管上来，这是大师傅啊，听见没有？赶快去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傅里面坐。站着干什么？快去，快去啊！去，大师傅，请请请！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？快去，去，去，去！大师傅，来来，坐坐坐。你们干嘛？您坐。哎呀，大师傅，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？啊，请我喝酒？没错，没错。真满。真满啊！行行，哎呀，这个酒我不能喝，不能喝。师傅，坐坐坐，不是说了吗？哎呀，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，吃人家请的呀，怎么会请人家吃呢？这个酒，我不敢喝，我不敢喝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那咱们说好了，光喝酒，不办事情啊！不办事，不办事。那些念经放焰口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放心。那我就将就着喝。人参入酒，一会儿就到。怎么样？我说的如何？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来来来，请师傅，请啊，师傅，
人生路就来了，啊、请。啊，几位请。哎，师傅请，师傅。啊，哎，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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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傅。师傅到了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小师傅，大师傅住哪儿啊？啊，往里东边。哦，好好好。师傅，老太君啊，师傅，让我一个人走吧。啊，师傅，啊，那还得坐着。师傅。有心吗，师傅？哎呀，有心！这啊，没有心是不行的。是啊，师傅，这不容易啊，师傅。您这两个是徒儿啊，我还得要看看呢。进来吧，师傅。当心啊，门槛儿，看门槛儿。哎呀，师傅，师傅等下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久啊！我把鞋给你脱了。哎呀，真是好久啊！哎，师傅，你躺好了，躺好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徒儿的心，师傅知道了。师傅，你看。醉成这样，我们还说什么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，啊，不说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么说，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？他装的，没醉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救救我们啊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啊！师傅，救救我们吧！你一定要救救我们！这么说，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？师傅，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。徒儿有难，师傅能不管吗？哎呦，这个真亮啊，说话嘴都有啊！这么说，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，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？哎，师傅，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。师傅，我们宫门中人，利禄熏心，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，脱离凡心，也是真的呀！哎呦呦，你瞧瞧。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。好了，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，追回翠玉佛不是？对对对，师父真是活佛啊。哎呀，也算我们有缘了，我和尚也要找他。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三个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行。第一，这次抓华云龙，你们要跟我走，不许穿官服，只许穿便装。好，行行行，这是这是。第二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。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，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，我说走就得走，我说住就得住，听您的，全听您的。对对对。第三。找到华云龙，人归我，东西归你们。这师傅，师傅，桌子要桌脏啊。对，放心吧，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。好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明天早上府衙见。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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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哼，干什么的？我的狗跑进去了，我进去找找嘛。这里是衙门，哪来的狗啊？就是。那就烦老通报一下雷鸣陈亮，就说我老人家来了。嗯，快去。启禀二位都头、啊，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。哎，不，真的来了啊，还挺早啊。哎、啊，走走走走走。
嘿，您老好早啊！师傅，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。哎，这还像个徒儿。好，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！好，走走走走。怎么样啊？掌柜的，三个烧饼啊！拿好啊！好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来来来，就在这儿吃啊！哎哎，就这，来。行行行，好好好。哎，师傅坐，来坐。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啊，吃烧饼，哎，吃烧饼，西瓜，热的吧？啊，热，哎呦，来甜的西瓜，卖西瓜啦，嗯，师傅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师傅要华云龙干什么？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，岂不更好？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，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。然后再让他找你们，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？兴许能啊，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。嗯哼哼，啊，这顿饭该你会账了，陈亮啊，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？钱不多，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。师傅，我们该上路了。急什么？再等等嘛，放心，有人替我们打前站。小姐画的真像，像谁？你说像谁？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。贫嘴。小姐，你是真像他呀？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，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，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，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，官府要抓他，小姐也要抓他，你这死丫头。老爷，丽儿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丽儿，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，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。爹爹这是为你好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我不答应，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。胡说，这不叫人笑话死了？你娘死得早，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，你准备好，他们马上就来了。爹，哎呀，红枣花生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你呢？没见过。打扰了。
师傅啊，这里是个岔路，我们走哪边？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。哦，往这边。哎，好，走走走，我们走，走走。哦，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！那累不累呀？哎，不累。哎呀，你们真能走啊！师傅，快点！哎，师傅，快！这师傅一定拖着。哎，你看这师傅干嘛呢？啊，走。师傅，师傅，走吧。师傅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什么？这蚂蚁在往上爬哦。师傅，快走吧。就是，师傅，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。师傅，我们走。师傅，快快走吧。啊，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早着呢，真是急的哟，看你。快点，好好好好，你们走走走走。哎，慢慢吞吞，慢慢吞。师傅，快点儿啊！行了。哎呀，这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坐下来。走路土啊！师傅，起来吧。你怎么又不走了？赶紧赶路吧。哎，你看这石子儿进去了。哎呀，师傅呀！师傅，起来吧，走吧。天色不早了，看你们急的哟。师傅，师傅别看了，走吧。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景色好美呀！哎呦，哎呀，这蝴蝶儿，哎呀，师傅，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？师傅，这可不简单。来来来，哦，哎呦，你看到你看到，哎，这是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师傅，走吧！哎呀，你这是没办法。去吧！哎呀，我都急死了！一点不着急，师傅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路要紧啊！哎呀，你们这走吧！我说大哥，像这么走，走到什么时候？还得往前走，真是，还得往前走。哎呀，不过我是不行了。哎呀，口渴呀，就是。哎呀，我口渴的不行了。您就快点吧。哎呀，口渴哟，口渴。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。师傅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赶路吧。是。哎呀，我口渴的不行啊。你们在这儿等着啊。我到前面去，啊，那边。师傅，那到哪边啊？哎呀，讨点水喝嘛。那个，人家等着啊。哎呀，别跟我在这等着。哎，师傅，你一定要回来啊！哎呀，放心放心，我们等着你啊。哎，真是，这。有人吗？谁呀？啊，我和尚讨碗水喝。啊，到里面坐，歇一会儿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小娃娃，哎，好啊，娃娃好啊。大师傅，请这边坐。家里太小了。没地方坐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师傅，请。哦，谢谢。喝吧。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？啊，苦的，苦的，苦的，怎么会呢？你试试，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。你尝尝，不苦，你尝尝，不苦啊。你再喝，是不苦。你把它喝完，我喝，你把它喝光了。不苦啊，你真好，一点都不苦啊。
哎，你看看腿怎么样？哎，哎呦！啊，是是是是，来下地下地下地，不疼了，哎，走走走，一点都不疼了，哎，下地走走，哎，出去出去走走，出去走走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来来回走走，来回走走，真的好了，我的腿好了，我的腿好了。郭父，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，赚了点钱，却被强盗给抢走了，还打断了一条腿，全家哭了几天，又没有钱，实在是没法活了。现在好了，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。好了，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。啊，不干没有吃的。哎，你有钱。我家有钱。哎，我哪有钱呢？你家有值钱的东西。值钱的东西？喏，这就是，这是一块宝石啊。啊，宝石？哎，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？哎，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。真的？哎，对对，你被抢了多少钱呢？222两。一会儿有人来买，你就跟他要222两，一文不多，一文不少，记住了啊，记住啊，啊。和尚爷爷再见。这。哎哎哎哎哎！快快快！赶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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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时候不早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时候不早了！你倒坐下来了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二位徒儿啊，师傅，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？有的人嘛有宝贝，但是不识货。有的人识货吧，还但是没钱买，你说哎呀，可惜不可惜哦？怎么了？我刚才不是去讨水喝了吗？是啊。我喝完了水，四下这么一看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对，我看见有块石头，那简直是块宝石啊！什么宝石？哎，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，拿它顶门。你说哎呀，可惜不可惜哟？那你把它买下来嘛。哎呀，没钱买呀。没钱？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，拿到城里一卖，少说也得3000两。什么？3000两？哎，师傅你慢走。兄弟，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？哪儿来钱呢？怎么你忘了呢？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？那是赃物啊，怎么能动呢？嗨，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？倒也是。走。哎，师傅，您待会儿啊，我们去去就来啊。您待会儿。我们去去就来。待会儿。哎，到了。哎呀，这么大！看看，哎呀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哎，咱买了，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呀？哎，你这石头卖吗？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。谁要你给了？说个价，我们给钱。222两。大哥，这块石头啊，就该我们得。给钱，给钱，给。拿着，这包袱里啊，正好是222两。这个，快！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？快！哎呀，快走啊！哎呀，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。哎呀，快呀！哎呀，怎么走不动了啊？哎呀，真没有！哎呀，
慢一点儿，快快快快快，哎，快呀！真没用，你怎么？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！哎呀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哦，换换换换换换换！哎呦，真没用哦！没命了，还是你抱着吧。快走快走，我不等你们了啊！快呀！慢点啊！师傅，这是宝石吗？当然是宝石啊，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！哎，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？哎呦，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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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师傅不动了！哎呀，别歇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快呀，快呀，快呀！来来来，慢一点！真没有，我急死了！哎呀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！哎呀，别磨蹭啊！快快快！师傅，慢点！快呀！慢点，师傅！快快快！师傅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相公，相公，我说你是哪人呢？到哪儿去啊？啊，我从徽州来，要去。哦，哈哈，你是府里的人呐？啊，不不不，我是书生。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没有什么画。哎，拿过来吧。哎，你，哎，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？你什么地方人呢？说。说，不关你的事。哎，相公，你看那谁来了？喂！大哥，我是又渴又累哦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啊，咱们找水啊。哎呦，我都搬不动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这儿有水了 啊！你看，有水了，哎，到了有水的地方啊！水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妹妹啊，咱找个地方放下来。放下来了，放下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可算是好了一阵儿。哎，这水啊，腿都干净了，动喽！来，咱喝点儿，来喝点儿，喝点儿，喝点儿！哎呀，哎呀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都蹲不下来了。慢点儿。哎呀，这水真清啊，真清！哎呀，哎呦！二位徒儿啊，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，小心拉肚子。哎，山泉水很甜的呀，真甜啊。师傅，还有多少路了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还得走，还得走，还得走啊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就是，啊，不行啊，咱们说好的，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。
有没有这话？有，听我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走，把石头扛上，把石扛上，还得扛啊！大哥，又上好货了吧？哎，走，哎，快！哎呦，三弟啊！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，可能是官府的探子。哎，还有你的画像呢。哦。哎呀，画的真像。人呢？喏，在那儿。宋小姐，哎，是个女的。你拿水来，快。好。哎，给。啊。哎，宋小姐。宋小姐。啊！我这是在梦里吗？不。啊！是他。就是他劫了我、啊、你们认识？怎么，你们是一伙的？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，所以心里起了疑惑。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？你找死、啊、你出去、嗯、这快走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哎呦！宋小姐，宋小姐，我骗了你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。华公子，你骗我，我也不怪你。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，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宋小姐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就赶快离开我吧。不，我不明白，你好端端一个男子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？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。宋小姐，玉龙我不配跟你走。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，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、啊、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，你就走吧。不，玉佛虽是宝物，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。走。哎呦，哟，师傅、哎，这上面有客栈的、嗯，啊，就住这儿。哎呦，师傅，啊，师傅、嗯，这附近没人家，这前不靠后不靠的，会不会是黑店啊？不怕，就住这儿。住这儿？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。哎呀，哎，把这石头包上。包上，来，包上。管他黑店白店，今天晚上啊，还就要住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包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师傅，进去，一切听我的。
听师傅的。走。哎呦。哎呦。快！哎呦。哎，放心进啊。哎。听我的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有人没有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们是住店的呀。哎呀，我们小店都客满了，要住店到别处去呀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天色已经晚了呀，我们带的银两又多，你看不住不方便呀。你们等一下啊，我去商量一下。哎，商量。哎。三弟啊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，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。三弟，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？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？那两个正是捕快呀。好，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，把他们麻翻，然后都捆起来，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。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，也给兄弟报了仇，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。少说那包银子啊，有1000多两呢。什么？你们真想害人呢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人都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大哥，我这躲还躲不及呢，你别去招惹他们了，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？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。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，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！啊，大哥，你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啊，快去吧，快！这怎么回事儿啊？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？啊？大师傅啊，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。哎，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？你们来的太晚了，吃的东西都卖完了，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。卖完了啊？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、半只鸭子和素菜吗？怎么不给我们吃啊？怕我们拿不起钱啊？怕我们给不起钱？不，告诉你吧，都拿出来，有的是钱，这你看都是银子。好，坐，快，拿出来，酒，好，请啊，大师傅，你看什么呀？看什么？我看那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？你不要，不要什么？大师傅，话可不能那么说呀，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？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？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。你是黑道上的？不，哈哈，我说呢，二位徒儿啊，不是师父胆小啊，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。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，开了个黑店。哎呀，这八地虎狠毒至极，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。哎，气死我了、三弟，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。你快拿把刀来，我把他们都给杀了，放解我心头之气呀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就忍忍吧，让他早吃早睡，平安过去吧。啊，我们去砍他一刀，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，他还是他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怎么又没人了啊？啊，大哥，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，让他闯进来，我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快去呀！哎，人呢？哎，店家，哎呀，店家，那怎么又不见了？来了，哎呀，真是！哎，大师傅，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？来，你尝尝这片肉。这片，你尝尝。
大师傅，这块牛肉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刀法厉害？你以为你会用刀？刀法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切牛肉嘛，要横着下刀啊，哪有顺丝下刀的？哎，大师傅啊，多谢指教，多谢指教。好了，你二人也吃了不少，喝了不少了，到里间屋休息去吧。哎，这屋里有人呢，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。啊，这么有人？哎，那好，请出来，我们一起喝酒吧。哎呀，大师傅，哎，他已经睡着了呀。已经睡觉嘛，叫起来嘛。哎呀，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。这大师傅，就请出来吧。他不行啊，他是个女客。女客呀。哎呀，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？宋小姐，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，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，往后我都听你的，好吗？那可说定了。哎。我说大师傅，您住不合适。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？对，不太方便。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？一定是个男的。请出来，请出来吧。是个女的，请出来，请我们一起去看啊！一起去看去，好吧？绝对是个女的呀！哎呀，果然是位女施主。阿弥陀佛，大师父万福，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？啊，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？不是，奴家是这里的住客。啊，是住客。哎呀，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，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？我不怕，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。哦，那还是老板娘？哦，不是，奴家尚未出阁，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。那你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自己走来的，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？这……啊，平常开玩笑，说笑话是吧？不必介意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。你看这个店家，那是多殷勤啊，那多好客呀。你看这个酒。那是多好的酒啊！哎，可是这个好酒啊，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，它就是坏酒，啊，它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，它就是好酒。哎，店家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对，大师傅说的对。这就好比人呐，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只要一心向善，坏人也可以变好。假如恶从心起，那好人也会变坏呀。嘿嘿，啊，姑娘，我随便说说啊，我酒喝多了，不必介意啊，说笑话。徒儿，我累了。大师傅，请大师傅，请。走。啊，不管他，不管他。宋小姐。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，知情作恶不少。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，让我改邪归正，但是谈何容易呀！江湖上义字当先，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。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，恕难从命。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。啊，我不能连累你啊。万公子。宋小姐，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，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，何况对面还住着人，我在门口为你守门。明天咱们怎么办？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，别等天亮了，黎明前就得撤户。哎，天不亮就走啊？
那这儿怎么办呢？过不了这么多了。既然马上要走，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。慢着，那和尚不是好惹的，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。三弟呀，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？华公子，如果你一定要去，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。宋小姐，宋小姐，宋小姐。宋小姐，我宋小姐，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，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，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，谁都不放在眼中。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，恨不能重新投胎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。华公子，你若真的这样想，何不听我一句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？我曾在书上读到，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，华公子三思啊。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，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，可就是丢不下。我爹爹逼我嫁人，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。宋小姐，不可有是非之心，不可无啊！不能惩恶就不能扬善。那么一个人能弃恶从善吗？当然能啊，就看女施主有没有决心在他心里种善因啦、啊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华云龙啊，你还欠我债嘞！快，你们先去换上衣服，我追去。华云龙，不要跑！华云龙，不要跑啊！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！快，你还欠我两拳头。还欠我一刀嘞，你不要跑，我和尚不挂在账上啦。不要跑，不要跑。
要跑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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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跑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谢谢谢谢啊！老张，老张，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老张，我饿了，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。老头子，谁来了？过路的，要买吃的。哦，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，别要钱，让他吃了赶快走。哦，多谢了。哎，老张，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，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？客官有所不知，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，这里的鸡、白面、馒头不是我们吃的。那给谁吃的？哎，你们不说，我可要吃了。客官，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，实在是另有缘故。你若吃了好菜好饭，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。嗯，谁这么横啊？客官有所不知啊，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。啊，你儿子吃的？哎，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，养成他好逸恶劳、称兄称霸的坏习气。现在我们老了，更没法管束他了。只好自己苦一点，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，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。他也吃得下？吃得不好不行，吃得不足不行，吃得不高兴，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。没心肝的东西。老张，你快请坐，来，坐下，来，快坐下，来，坐好。老婆婆，你也坐，来来来，坐下，来，坐好，哎，快坐好，哎，不是你。这是干嘛呀？来，老张，婆婆，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。你们儿子回来后，我跟他算账。不不不不不，客官你别多事，我儿子脾气不好，他会打人呐。你还是多吃点，快走吧。哎呀，老张，你别怕嘛，来，吃啊。吃啊！不行不行不行啊！什么人来了？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？你滚！你怎么这样无礼？他们可是你亲爹吗？哼，你这么孝顺，那好，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，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。你找打！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。打架？哼，我是打架的祖宗。慢着，哎呀，客官呀，你别惊吓两位老人家。咱们呢，出去练。好，走。不是客官，客官去。哼，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。哎呀，那来啊！嗨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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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！他妈的！嗯，
这是谁啊？哎呀，你摔坏了吧？啊？腿断了。啊，你别动啊，我扶你去我家啊。来来来，来来。哎，孩子他妈，哎，快把那副夹板拿来。哎，给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挺住啊。哎，巧了，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，也在这个位置上。哎，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，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。你挺住挺住啊，我知道很疼的。哎，现在啊，活佛是找不着了，我去给你请郎中啊。哎，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。哎哎，就来。对不起，这位大哥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。来，我给你擦一擦。不不不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哎，擦一擦。啊，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。哎，你快一点啊。哎，我这就好。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，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！哎，这位客官呐，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。是是。哎，人呢？哎，哎，活佛，见过活佛。你回来找我干嘛呀？啊，还债啊？我要回家。回家干什么呀？求父母宽恕，还要到官府去领罪。能回头就好，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，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。活佛，我还有救吗？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，我和尚救不了你，谁也救不了你，要救啊要靠你自己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等等等等，你回家，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，哎，送你一口酒喝吧，喝，喝一点儿。如何？多谢活佛。去吧。大哥啊，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你就走吧，有人要吗？啊，走吧。哎，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那儿有家当铺，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。哎，对对，走走走走。
来了，二位。请问朝奉，这里可收宝石啊？啊，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。好，来，哎呦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来看看啊，哎，掌柜的，你快来看看，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！听他怎么说？来来看看，掌柜的，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！哪儿得来的？哦，在深山里边。哎哎，对，想出什么价啊？3500两银子。3500两？你笑什么？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？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？这种石头满山都是，拿着你们的石头滚！滚！走吧！别抱着了啊！你还不明白，这块石头啊，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。哎，师父说这是宝石啊，宝石这叫压狗石啊。什么？哎呀，什么压狗石、啊？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……我懂了，赶快扔了。走吧。走吧。好面熟啊，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？走，跟着他。走。啊，小姐，我这儿有一尊玉佛，是翡翠的，你们要吗？拿出来看看吧。嗯，哎，老掌柜的，你快来看看吧，来啊。要什么价？我要回家了，没有路费，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，给50两银子吧？不值不值，把它卖了吧。我不想卖，我只想点押。我给大价钱。那你给多少钱啊？给你500两。500两？啊，我爹说至少值10000以上呢。我不卖了。等，不卖了。徽州府捕头，好人当解散。都走。这是我家的东西啊。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。走。你们竟敢收购赃物，罚银50两。拿来。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。拿来。别废话，这拿来。走。走就走。那边走。走。我就只好回家了。哼，欺人太甚！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疯和尚低头了？我心知你不能回家，也不能丢下江湖饭。你的一身功夫，你的一般江湖朋友，难道就此废了？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，你不要相信那疯和尚的话，知道吗？
我也反复思量过了，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，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，却很有道理啊。住口！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？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。哎呀师叔，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。怎么，他有三头六臂，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？黄云龙，黄云龙，快快受缚！黄云龙，快快受缚！苏小姐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，到了家就没事了。你呢？你怎么办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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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。嗯，走。苏小姐，这样也好，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。走走走，哎呀，快走吧！少废话。二位工人，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。这个老大毛，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？岂止是搅进来，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。要是不识相的，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。哎哎呀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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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二位工人，我已经悔过，要退出江湖。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，还给宋小姐了，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？她真是宋小姐啊！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，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。华公子，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，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。放了他们可以，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。想找我师父，那你是找死了，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。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？你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。呸！这是面千年古镜，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，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嗯。这算什么呀？这是乱耍妖术，雕虫小技。徒儿啊！徒儿啊呀，徒儿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师傅呀，您可来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救我们吧，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？哎呀，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，被人家抓住了吧？没有啊，师傅，没有啊。那这怎么回事呢？这，哎呦，华应龙啊，你怎么还没有走，还在这里呀？嘿嘿。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，碰到南路虎了吧？和尚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嗯？哎呦，他是？活佛，他就是我师叔，黑风大师。啊！住口！这么一个脏和尚，你也称他活佛？嘿嘿，岂敢岂敢！哎呀，我说呢。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？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。哎呀，我劝你啊，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。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，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。你就是道济和尚，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，跑出来多管闲事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？给我拿下！哎，慢！哎，妈呀，这么小小年纪，希望武当弄枪啊！哎，武当弄枪，可别跟我和尚打呀！打呀，师傅！打呀，师傅！看宝！哎，不得了！哎呦，不得了！哎呦，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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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傅，没气了。华云龙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师傅，你不得死啊！师叔，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拼了！来！二
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。是。哎呀，和尚，这不能怪我们，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。这不怪你们。啊，谁说话？就是。哎。哎呀，和尚，你可别怪我们。怪我们呢。哎，你老你就去吧，我给你磕个头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回事？哎，和尚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们呢，和尚，你可不能怪我们，饶了我们。后会有期啊！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快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吧！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，怎么样？跟我们一起走吧？不，我不跟你们一起走，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哼，嘴都挺硬，跟我们走。师叔，让我们回去吧。我要回家了。苏小姐，我们走。拦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许走！拿下！哎，苏小姐，快走！哎，师叔，别管云龙屋里了！走。办完嘞，你给我醒醒吧，醒醒吧，你也醒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女人嘛，是啊，三弟疼你放了你，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。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。哦，拿出来吧，拿出来，省得大爷我动手。哎，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。昨我怎么走了眼，背了她一路啊。三弟有艳福，可是他想不着了。这回呀、你再办一回男人吧。哎呦，别跑别跑。哎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就是啊。哎，把玉符给我拿出来。住手。华公子。三弟，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。哎呀，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？你跟我们是同伙的。华公子。
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啊，你们的菜齐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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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师徒庆贺一番。哎，好，师傅请。师傅您请。嗯，这位客官您慢用。好，满上，满上。啊，二位。哎，师傅，您坐这边吧。啊，嗯。哎，你们用点什么？等会儿，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。啊，好。我先来碗茶。啊，好的，这就来。嗯。哎，你们到了，师傅来了，来了。师傅，您来了，我们还没给你点菜呢。哎呀，还用点菜吗？菜已经上了呀，上了，上了。哪儿啊？你看，那不是一桌子菜吗？嗯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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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板娘，先让客人回避回避。是这样的。阎王不在家，小鬼不让进，四海龙王嫌我脏，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。哎哎，这桌菜干嘛不吃啊？啊，吃啊吃啊吃啊。哼，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看宝。哎呀，哎呦，果然是宝镜啊。哎，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？拿来吧，给我呀。啊，试试啊。拴住！哎，好嘞！哎，哎，哎呀，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？大哥，你来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使劲啊！使劲啊！哎呀！师傅，还有华云龙没有抓到？哎呀，华云龙已经洗心革面，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了，把他们带走。是师傅，带走。走。华公子，你看前面是座庙。啊，走吧。嗯。华云龙，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？二位，我无处可跑，也不想跑了，你们就带我走吧。哎，走。慢慢，玉佛嘛，你们带回去交差，华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。哎，我们就这样。华云龙啊，要知道天意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，佛法无边，难度不善之人呐。大师父，两位都头，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。嘿嘿，华云龙，
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，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。不过呢，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，让他二人替我打。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。华云龙啊华云龙，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，你得吃我一拳。他不动哈哈，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。不过这一刀嘛，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。不过嘛，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。不、哎、拿着拿着拿着。华云龙，这一刀愿收不愿收？愿收。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。好一个一刀两断，华云龙要用计哟、哦。